胖胖虎，贝贝灯。啊！哇！嗯！哇！红鼻子的鲨鱼宝宝，来看看我的酷奇。我的更酷哦，拜托。北极的鲨鱼们聚在一起，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今年我会再一次引领圣诞老人的雪橇。什么？但我是速度最快的，应该是由我来引领雪橇。不过凭借良好的视力，我可以看得远远的，所以应该由我来引领雪橇。但是如果我引领雪橇，看起来会更酷，因为我是最酷的。嘿，那我呢？我也想要拉雪橇。你拉雪橇？哦不，鲨鱼宝宝，你太小了，拉不动雪橇啦。而且看看你发亮的鼻子，太红了。如果大家看到你，一定都会笑你的。红鼻子，红鼻子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，闪闪发亮的鼻子，好亮啊！你的鼻子会发光。孤单鲨鱼宝宝不能加入任何鲨鱼游戏。哼，我也拉得动圣诞老人的雪橇呢。圣诞节前夕终于到了，圣诞老人把所有的鲨鱼都召集起来。所以今年拉雪橇的鲨鱼是琪琪、好耶、小飞、呀呼、酷酷，还有敏敏、雷欧、千里。我们需要赶在今天晚上把所有的礼物送出去。来吧，出发吧，吼吼吼吼！快点，再飞高一点，吼吼吼吼！雪橇在海洋中滑行，突然之间出现了浓雾。小心鲸鱼，停下来！呼，差一点就撞到了。小心！情况不太好，雾太浓，什么都看不见了。等等，那边在发亮的是什么？哦，是鲨鱼宝宝的红鼻子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么，让我们去找鲨鱼宝宝吧。哇！鲨鱼宝宝，你的鼻子如此明亮，你愿意引领我的雪橇吗？是的，当然，我很乐意。鲨鱼宝宝引领着雪橇，看起来非常开心和兴奋。哦，有一只鲸鱼，大家向左转。哦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，你真了不起！为鲨鱼宝宝欢呼，为鲨鱼宝宝发光的红鼻子欢呼，红鼻子，红鼻子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，闪闪发亮的鼻子，好亮啊！大家都爱鲨鱼宝宝，你是最棒的鲨鱼宝宝，谢谢你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非常高兴，他的鼻子比从前更亮了。欢呼，为鲨鱼宝宝欢呼！鲨鱼宝宝拯救了圣诞节，圣诞老人也顺利地将所有的礼物送给了世界各地的小朋友们。啊！圣诞歌曲，圣诞节即将来临了，大家看起来都好兴奋呢。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。
安静点。除了贪婪的史克鲁奇先生以外，哼，圣诞节有什么意义呢？哦，赚钱的夜晚，哦，数钱的夜晚。就在圣诞夜那一天，是谁在那里？嗨，我是从过去来的圣诞幽灵。我来这里是想跟您看一些事情，史克鲁奇。圣诞幽灵指着小史克鲁奇独自读书的样子。什么？等等，那是我吗？爸爸妈妈，不要走。史克鲁奇，史克鲁奇，总是孤零零的，即使在快乐圣诞节，大家都聚在一起唱着圣诞歌曲。史克鲁奇，我总是一个人。每个圣诞节我都孤单一个人，我受不了这样，请停下来。当史克鲁奇尖叫时，一切都消失了。哎呦，怎么进不去呢？你是谁？我是圣诞幽灵，我来给你看看圣诞的快乐。现在紧紧抓住我。史克鲁奇和圣诞幽灵来到了一个贫穷的家庭里，桌子上没有特别的大餐，但每个人看起来都非常快乐。叮叮当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耶，快乐圣诞铃声响在大街小巷，嘿，叮叮当叮叮当，铃声多响亮，快乐圣诞铃声响，大家一起唱。他们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开心？他们那么贫穷？那是因为现在是圣诞节。你又是谁？我是从未来来的圣诞幽灵，跟着我来吧。哦，又来了！史克鲁奇和圣诞幽灵来到一个葬礼现场。我就知道事情会变这样的。拥有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？没有人来尊敬那个吝啬的史克鲁奇。为什么没有人来参加我的葬礼，也没有人为我哭呢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只关心你自己。不，我不能接受。请给我改变未来的机会。圣诞早晨终于来临了。哦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！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多多帮助别人，关心别人。圣诞快乐！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好的，大家，今晚我将在家里举办一个圣诞派对，并为大家准备了礼物，哈哈哈哈！哇，圣诞派对，耶！我好期待，请大家都来参加，哈哈！那天晚上，大家都去参加了史克鲁奇的圣诞派对。从那时起，史克鲁奇成为了这个城市中最受喜爱的人。我们祝你圣诞快乐，祝你新年快乐。圣诞节，讨厌，
圣诞老人一定听到了我的愿望。嘿，朋友们，看看我的礼物！哇哦，我太兴奋了！经过长久的等待，大家最喜欢的圣诞节终于来临了。我好喜欢圣诞节，希望每天都是圣诞节呢。是的，那真是太好了。圣诞节只有一天，真的太短了。如果每天都是圣诞节，那一定很棒。嘿，到处都是礼物，到处都是礼物。如果每天都是圣诞节，那一定很棒。那天晚上，鲨鱼宝宝写了一封信给圣诞仙子。亲爱的圣诞仙子，我希望一年中的每一天都是圣诞节，我衷心的希望。哦，圣诞节是昨天啊，为什么他们还在唱圣诞歌曲呢？你在说什么呢？难道你不知道现在每天都是圣诞节吗？看看这个，他们看起来非常兴奋，挥舞着手上的圣诞礼物。哇哦，圣诞仙子真的实现了我的愿望！孩子们每天都可以收到新的礼物，随时吃美味的糖果。毕竟每天都是圣诞节。过了好几天，鲨鱼宝宝和朋友们开始厌倦每天都过圣诞节了。够了，吃橘子吧！我的牙齿都因为那些糖果而烂掉了，看看它们。哦，我觉得我吃太多了。每天都是圣诞节，何时会结束？到处都是礼物，又来了，排队永不停止。停止吧！每天都是圣诞节，何时会结束？都是我的错。哦，圣诞仙子，我想我犯了个错误，请停止这永不停止的圣诞节。那天晚上，圣诞仙子出现在鲨鱼宝宝的面前。亲爱的鲨鱼宝宝，哇哦，圣诞仙子，你喜欢每天都过圣诞节吗？不，我不想要更多的糖果和礼物，我只想要圣诞节结束，就是现在。看来鲨鱼宝宝从这次的经历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呢。当鲨鱼宝宝第二天早上醒来时，不再是圣诞节了。耶！不再是圣诞节了。嘿，今天是几号？今天是12月26号。所以现在不再是圣诞节了，对吧？圣诞节是昨天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宝宝笑嘻嘻地回忆着发生的一切，他终于明白快乐的圣诞节只要一天就足够了。鲨鱼妈妈，鲨鱼宝宝，我们的邻居请我们帮忙照顾小宝宝一段时间，我们以前照顾过这个小宝宝，对吧？让我们一起好好照顾他吧。没问题。嗨，小宝宝，你要一起装饰圣诞树吗？哦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我们不要浪费时间了。小宝宝，我们唱一首歌给你听吧。没错，我们快来唱躲猫猫歌吧。鲨鱼家族，鲨鱼家族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
找一找，在这里找到了。小宝宝，试试看我们烤的圣诞饼干吧。太好了，小宝宝你终于笑了，我们出去玩一玩啦。好的，路上小心哦。嗨，鱼精灵。嗨，鲨鱼宝宝。嗨，鲨鱼宝宝。嗨，鲨鱼宝宝。鲨鱼小宝宝也来啦。哦，不好了，小宝宝，小宝宝哭了。朋友们，你们能为小宝宝唱一首躲猫猫的歌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鱼精灵，鱼精灵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。找一找，在这里，找到了！听到鲨鱼小宝宝的笑声，让我好开心啊！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吼吼吼！装上礼物，出发吧！吼吼吼！哦，原来是鲨鱼圣诞老公公，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谢谢你们，鱼精灵。嗨，鲨鱼圣诞老公公。吼吼吼吼，圣诞快乐，鲨鱼宝宝。哦，鲨鱼小宝宝也来了。你们愿意做我的雪橇，帮我一起送礼物吗？可以看到整个小镇呢，好酷哦！没什么好怕的，鲨鱼小宝宝，我来唱一首躲猫猫歌给你听吧。鲨鱼圣诞老公公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在这里，哦，找到了！啊，鲨鱼圣诞老公公，所有的礼物都不见了耶！哦不，一定是章鱼贼偷走的，我们快过去吧。你觉得你能抓到我吗？不可能！圣诞节的章鱼小偷，你在哪里？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找一找，抓到了！你这个捣蛋的章鱼贼！啊！救命啊！咦，鲨鱼宝宝，你怎么会从烟囱里出来？啊，鲨鱼圣诞老公公也来了！吼吼吼，圣诞节快乐！感谢鲨鱼宝宝和鲨鱼小宝宝帮我找到了被偷走的礼物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！哇，谢谢鲨鱼圣诞老公公！今天是圣诞节，碰碰狐打算和鲨鱼一家举办圣诞派对。碰碰狐游入海里，但是却不见鲨鱼一家的身影。咦，大家都去哪里了呢？鲨鱼宝宝，你在哪里？
碰碰狐，我们一家外出准备今晚的圣诞派对需要的东西时，我和我的家人们都迷路了，你可以帮帮我们吗？我们必须找到鲨鱼一家才能举办圣诞派对，小朋友们，你们可以帮帮碰碰狐找找鲨鱼家族吗？我们一起来找找鲨鱼爸爸吧。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蓝色尾巴，鲨鱼爸爸，鲨鱼爸爸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这是鲨鱼爸爸吗？科科科，圣诞快乐，科科，给我核桃，给我核桃。这不是鲨鱼爸爸，他是胡桃前士兵。小朋友们，我们再找找看鲨鱼爸爸在哪里吧。鲨鱼爸爸，你在这里吗？呵呵呵，圣诞快乐！哦，圣诞老公公。哦，不，我穿错衣服了。这样才对，哈哈哈！我要去送礼物喽，哈哈哈！那也不是鲨鱼爸爸。这会是鲨鱼爸爸吗？没错，哈哈哈哈！我就是鲨鱼爸爸。谢谢你们找到我。我先去准备圣诞派对咯，哈哈哈哈！圣诞节，嘟嘟嘟嘟嘟，鲨鱼爸爸，哈哈哈哈！接着，我们来找找鲨鱼妈妈吧。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粉红尾巴，鲨鱼妈妈，鲨鱼妈妈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嘿，我看到粉红色的尾巴了，我猜应该是鲨鱼妈妈吧。圣诞，圣诞，圣诞快乐！我们是鱼鱼合唱团，快乐！哇，他们好会唱歌哦！我们再找找看鲨鱼妈妈吧。这里有圆圆的尾巴跟尖尖的尾巴，哪个才是鲨鱼妈妈的尾巴呢？是这个吗？我们一起来叫鲨鱼妈妈吧。请问是鲨鱼妈妈吗？哦，为了准备圣诞派对，我大老远跑来这里，谢谢你们找到我，我也要赶回去准备派对咯。圣诞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妈妈，这是谁的尾巴呢？哦，这是鲶鱼。碰碰狐，听说你们要举办圣诞派对，我可以一起参加吗？当然可以呀，人越多越热闹嘛，待会派对上见咯。接着我们来找找鲨鱼奶奶吧。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橘色尾巴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奶奶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我找到鲨鱼奶奶了。我不是鲨鱼，圣诞老公公，你在哪呢？啊，我还以为我猜对了呢。
我们再来找找看吧。橘色尾巴的鲨鱼奶奶在这里。你们找到我了，太厉害了！哇，我们找到鲨鱼奶奶了，还有好看的圣诞袜呢。那我要赶快去圣诞派对挂上这些圣诞袜了。哦圣诞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奶奶。现在我们来找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绿色尾巴，鲨鱼爷爷，鲨鱼爷爷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啊，那条绿色尾巴一定就是鲨鱼爷爷了。鲨鱼爷爷，出来吧。圣诞快乐，我是准备圣诞礼物的圣诞精灵，我很忙，圣诞礼物非常忙，圣诞礼物。哇，圣诞礼物。我们再找找鲨鱼爷爷吧。绿色尾巴，这次应该是鲨鱼爷爷吧。这是哪？我记得我是在去鲨鱼家族派对的路上啊。哦，垂头鲨，去派对的路是往这边。好像有很多朋友会一起来参加派对，一定会很热闹。我们再来找找鲨鱼爷爷吧。鲨鱼爷爷在这里。哦，我原本在追姜饼人，没想到就跑到这里啦。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找到我，圣诞派对上见咯。圣诞节，嘟噜噜嘟噜，鲨鱼爷爷，嘿嘿嘿嘿嘿。那么现在剩下谁还没找到呢？鲨鱼宝宝。我猜鲨鱼宝宝就在这些箱子其中的一个里面。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黄色尾巴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宝宝在哪里呢？一起找找吧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能猜到鲨鱼宝宝躲在哪里吗？我们来拆看看左边的礼物盒吧。鲨鱼宝宝，你在里面吗？这不是鲨鱼宝宝，这是河豚。我们再仔细看一下。我们找的鲨鱼宝宝有黄色尖尖的尾巴。我们来看看中间的礼物盒吧。嘿嘿，你们找到我啦！其实我正要准备一个礼物给你们呢。那个礼物就是我。我会成为你们最好的朋友。哇，鲨鱼爷爷，鲨鱼奶奶，鲨鱼宝宝，鲨鱼妈妈，鲨鱼爸爸，我们找到鲨鱼一家了，大家实在是太棒了。
碰碰狐和小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找到我们，我们一起开始进行圣诞派对吧！耶！圣诞快乐！